10个小朋友，你有我有，大家都有。10个小朋友，5个在左，5个在右，10个小朋友。只会做事，不会开口。《三字经》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昔孟母，择邻处，子不学，断机杼。窦燕山有一方，教五子，名俱扬。养不教，父之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子不学，非所宜；幼不学，老何为？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义。为人子，方少时，亲师友，习礼仪。